日潛力股咧，可以睇下呢只喎。呢只就係財險啊！財險咧就可以咁講喎，係保險股嚟邊咧，係算最靚仔個批嘅咯喎，嗰幾隻嘅喎。咁你見到啦，佢一方面就沿住上升軌向上走啦，而且就近排咧，依見咗你高位之後咧，係反覆向落嘅嘛，即係七月見到高位之後反覆回落嘅嘛。咁隨住市落啦，咁當然佢跑贏嘅市啦，見到佢低位一路向上而家。反覆見隨著市有調整啦，又反覆回落啦，但係咧就近呢兩日咧就升穿翻高位，升穿翻嚟下降軌嘅，對唔住啊，升穿翻下降軌，進一步挑戰個高位啊，咁啊走勢咧就比較強啲喎，咁可能同佢咧佢公布業績啊增長一成幾啊，中期業績咁俾市場咧就令市場咧就覺得咦唔錯喎個業績，所以咧就另眼相看啦，所以咧股價咧呢排走翻好啲，咁啊除咗下降軌之外，仲可以另一個。另一個方法分析，掹住啲線先嚇，唔好煩。你就咁去畫過咧，冇時間再畫靚啲啦，因為咧就應該呢個高位搭呢個高位畫過去嘅。咁如果咁樣畫過去，似係咩咧？左肩頭，右肩，換言之咧，佢形成頭肩底喎嚇。咁、我。如果睇開本人做節目，我知道頭肩底我比較喜歡嘅形態嚟嘅嚇。咁而家突破頭肩底，咁啊頭肩底嘅頸線幾多咧？7.7度至到7.93毫子啊！不過而家差唔多咯啊，即係個頭肩底唔係7.7喎，7.3應該嚇。依種7.3都啱啊，7.4度，7.7，7.9。至六毫子到啦嚇，咁而家咧就仲未完成嘅頭肩底嘅量度升幅嘅嚇，咁、成交呢兩日紅紅聲衝上去咧，成交增加喎，走勢唔錯，所以咧就走勢係偏好嘅中國財險啊，咁、所以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，咁啊不過啦，佢依然升得比較都急啲啊，咁通常咧升得急咧就會出現咧就回市後抽嘅啦嚇，即係試翻之前嘅支持位先去再衝嘅。咁尤其係咧，佢連升啊急嘅之餘咧，就已經逼近咧呢個前浪頂嘅阻力啦。咁估計啲前浪頂阻力咧，就會有啲回吐沽盤出嚟啊。所以咧，預期聽日啊咁嚇就可能會出現回軟啦。咁回軟翻兩三日啦，等佢咧逼近翻呢個前頭肩底嘅頸線嘅水平咧，就可以吸納啦。咁啊，以咧右肩水平7.6度啦作為止蝕位啦，甚至啊、那個。头部低位作为指示位啦，又唔拣一个啦吓，咁咧就搏佢咧，回试完之后，回试后收之后再冲上去，到时咧就冲穿呢个位咧，咁就好世界啦啊，咁啊可以睇高啲啦再吓。